一日，根据韩媒报道，具有受金斗之称的 Super Junior 将再次出击电视购物节目。据悉 ，Super Junior 将于4月12日下午6时发表正规八辑后续专辑《Replay》的音源，同时，并将于当晚10点45分通过 CJ One Shopping 的专用电视购物频道 Supermarket 出演一个小时的电视购物直播节目。本次电视购物节目中 ，Super Junior 将销售一款他们代言的面膜，并准备了 Super Junior 特别套装，引发粉丝强烈期待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